方式，从仪器、注射、微创、手术，有各式各样的方法。一个只会注射的诊所，没办法给你全面的处理；一个只强调手术的医师，也不能给你完全的建议，提供全方面的知识，打破商业化的谣言，选择最适合的建议。欢迎收看《打破医美谬思》。收看我们打破医美谬思，打破它，打破它。好，来，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陈建章陈医师。大家好，我是陈建章医师。对，那今天我们要讲解的题目就是在这边，果冻丰胸的好处是想做多大就可以放多大吗？来欢迎大家可以帮我们那个。加入我们的 LINE 跟 WeChat 好不好 ？Renew Clinic 六 ，Renew Clinic 六，然后还有记得在直播下方留言哦，大家都可以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询问我们的医师，然后我们就可以有专业的回答你们问题这样子。小包水也会帮我们就是做就是调查这样子，所以欢迎大家都可以留言上来哇，记得在直播下方留言哦。好， okay? 我们回到今天的问题哈，那是说。果冻丰胸的好处是想做多大就可以多大了，那第一个当然是这是好看的问题，好看的一个胸部其实有它一定的比例跟一定的大小，你不是两个很大很大的靠在一起的那个两坨山就是一个好看的胸部，对，好想好想做基本上我们会先看你骨架的大小，那其次就是看你组织的一个松紧度跟它一个厚度，那再去决定这个假体的一个大小。那一般基本上如果你的条件比较差，比如说骨架很小，皮肤很紧皮肤很薄的话那其实你放一个很大的假体其实就边缘感会很明显，看起来就会比较假。那所以可是有些人又很瘦想要有一个还蛮丰满的胸部所以需要有其他辅助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像这个。这个太瘦了。而且又有点鸡胸，对，那所以其实看到这样的上半身，我们就会觉得它一定是胸部很小的一个人，那因为没有肉，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我们要怎样让它看起来自然而然，还没露出胸部都觉得它是丰满的？这样其实是一个你不用全身脱光光才知道你是丰满的，你从上面看起来，锁骨以下你就觉得它是丰满的，那当然是这边的组织。可以让它增厚一点点所以其实脂肪就是一个还不错的东西我们可以把这个肋骨的凹痕呢去做一个填充那是在做果冻假体的同时我们在边缘也可以顺向做一个比较顺比较缓的一个坡度看起来就会从上延伸到下其实你看到胸部大的人你看他上半圆其实就会觉得他就是一个有料的人所以大概是需要去靠这个地方这些东西来处理的那如果你是一个很瘦皮肤很紧的人放一个还蛮大的胸部其实要注意的是你皮肤就是你那个袋子的松紧度的问题我们皮肤不会放进去就是马上变松所以你有可能一个胸部卡在比较紧比较上面可能会一两个月那如果更瘦要放更大的话它会卡更久三四个月它才会慢慢往下掉比较有垂坠感所以在很瘦的人想要变得很丰满之前我们大概会先讨论这个整个治疗的一个过程或者你术后会产生的一些状况我们要先讨论清楚那其实有些客人也是可以接受这些过程就是给他一点时间就会能等到一个还不错还看起来没那么突兀的一个丰满的胸部所以他这个就是也可以在例如说我不想要就是看起来太假但是可以就是透过像抽脂丰胸啦还是怎么样让它可以不用那么的明显就是说我一看就知道我去做这样大概脂肪是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东西啦对那包含我们讲的这个肋骨凹痕跟中间可以做出一点点有乳沟上缘的这样一个区分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看起来你就会直觉上它就是一个丰满的所以不是说想做越大然后越好其实要看本人的条件对不对看本人条件然后有时候需要搭配一些辅助的一些术式那看起来因为我还蛮想要做就是放
放入水滴啊，放入假体，这样果冻、硅胶之类的，然后再抽脂丰胸，这样、这样有没有比较会自然一点？这样的好处其实是可以盖住它的边缘，那也可以在你比较，比如说条件比较差的地方，有些人大部分是内上缘的地方，或是有些骨头的问题啊，骨头边缘比较薄，分比较开，有点鸡胸分比较开，都可以用脂肪去做一个修饰，只是我们会跟客人讨论清楚，因为有些客人喜欢一次做完，对，那有些客人想要比较精准一点，我们先放个假体，等它过两三个月、三四个月比较稳定之后，我们再从你缺的地方去补脂肪。这个分两阶段，对，是会比较精准。那当然有些人想要一次做完，就痛一次，也是可以一起做。那因为脂肪补的层面跟我们假体放的层面是不一样的，所以基本上不会有增加感染或者存活率比较低这样的状况发生，只是差别就是在于我们的皮肤会改变，那你看能不能一次撑那么大这样，对对对，有些身体没有办法，有些会变松，那你当然分两次到三次做，分两次做，隔两到三个月可能会比较精准，会比较精准，因为等你垂坠到一个地方补它缺的地方是会比较准一点，所以一次做完可能会跟分两次做完的效果会不太一样，会不太一样，可是各有好坏，一次做完你就是痛一次，对，对，就是看你怎么选择这样子。对，两次的话就是你时间拖比较久，那可是他花的时间比较长，花的时间金钱都比较多，对，那可是他有可能就会比较准一点点，但是会比较可能会比较好看，比较有达到你最想要的那个目标，会比较稳定，比较完美。其实一次做有补跟没补就是会有很大的差别，真的，那所以很多客人其实他是同时做，那有些要求比较精准一点的客人，他还是会分两次，那就是看需求，也各有好坏。对，好，谢谢我们的陈医师为我们今天做讲解哟。那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直播下方留言给我们。好，今天就到这边了哟。在最后，最后我们来打破他医美谬思，果冻隆乳。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留言给我们哦，耶，破不了，好，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光正医师，请务必锁定每周二、周五晚上的《打破医美谬思》，拆解男女整形大不同。想和我拉近距离吗？赶快call in进来哦。Hello， 大家好，我是谢东医师，请务必锁定每周二晚上的《打破医美谬思》，拆解男女整形大不同。想和我拉近距离吗？赶快call in进来哦。Hello， 大家好，我是陈院长医师，请务必锁定每周二。打破医美谬思，拆解男女整形大不同。想和我拉近距离吗？赶快call in进来。